好，大家欢迎回到我们频道，我是你洛神不卖萌的萌哥。今天我们来聊聊跟我们市场息息相关的东西。最近大家都在讲这个 interest rate， 已经连续涨了好几波了，好像是不是又涨一波？又涨一波。昨天的时候是美联储今年最后一次加息，又涨了50个基点。那我们今天要聊一聊这个利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我旁边这位帅哥是这个资深的贷款经纪，对吗？没错没错，做了差不多有10年了。10年了吗？是那是不错。那个叫 Mark。叫 Mark， 然后姓什么？宅。我姓宅，宅男的宅是吗？发音一样，但不是宅男那个字。Mark 宅男。好，那今天来我们这边的话，跟我们稍微聊一聊，我们就单刀直入了，不讲不宜有他讲别的东西。现在买家跟卖家都很 confused， 对不对？那这个买的不对，卖的不对，大家都在等什么？等抄底。抄底这个事情，跟我们聊一下，你的身为贷款的看法是什么？抄底的话，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抄底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抄底是有一个小的误区。那大家都记得年初的时候，利息最低的时候，那是2年级的利息，3年级的利息，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去任何的 open house， 对，都发现外面是大排长龙，一房难求。那整个 Black Friday 那就不要讲了，那一天天在网络上都看得到。大家都是在花钱抢房子，一个80万的房子要多少钱拿到？85万、90万，对，甚至有的是20%、30%的加价才能抢到这个房子。我听过最高的是15，还有到20-30的。有很多urban的房子，90万。urban是一个很魔性的区域，它不是我们一般人。是对对对 ，OK， 理解理解啊。但是大家那时候一买房的时候，大家都在疯狂的抢房，因为加价去买房。那现在呢，因为利息增加，导致呢现在买卖其实是比较进行的比较缓慢的一点。OK， 那买家跟卖家之间的买家有更多的力量去跟卖家去协商，去讲价，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 incentive， 会有一些 incentive， 对，但卖家也更愿意去降价，把这房子去卖出去。OK， 那一个80万的房子现在可能77万、78万，其实就买家就可以买下来。对，可是大家很耳背，那很多时候大家都宁愿听到你旁边的那个邻居的这个姥姥讲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道听途说，也不愿意去相信市场上一些真实的东西，那这个很危险。造成一个什么，就是你其实有机会可以去买，因为很多人这个买卖不是小事情，买房子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种东西，那你宁愿去听一些这个小道消息，然后不愿意去看看跟专业人士去聊。那老师在想要回到过去说那个 2% 搞不好回来，不会回来了嘛，对不对？是这个就是一个市场的时候比较算是一个变相甚至变态的一个情况。没错，讲不好听一点，你那时候 2% 你也没有去买。对，如果在前两年的时候在利息非常低的时候，你真的买到一个很心仪、价格合适的房子，那恭喜你，真的是可以算是中奖的。对。那现在来说呢，如果只是看买房成本，那比今年年初利息最低的时候，反而你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因为你不需要再加价去买房。对。第二，你有更大的讲价的空间去买到更喜欢的房子。对，因为你这个加的价是你实质上马上就要从口袋里付出去的钱。没错。对，那我们买房永远是要讲的是什么？是杠杆，对不对？好，那听说就是大家现在这个很微靡的时候，你们生意还是做得火火红红的，这回事吗？是从下半年开始加息之后，其实我们生意皮没有明显的下降。那我们这一季其实也做了差不多70-80单了。这个我们就单刀直入了。那你们做的贷款经纪看到有这样的这个现象的话，所以表示说市场上的买卖还是有在进行，还是有，大家的demand还是非常高。OK， 那你们自己身为贷款的话，跟人家比起来，利息这么高，你们怎么操作？是不是有些操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有一些很好的贷款 program 是非常适应于现在的市场的。有一种 program 叫做 2-1 buy down。 这个名字有点可爱。 2-1 buy down。 2-1 buy down， 没错。来，我们愿闻其详，来聊一聊。 2-1 buy down 呢，其实是在 buyer's market 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那它什么意思呢？ 2-1 buy down 里的 2，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的市场利息是 5.75， 对，那你第一年的利息呢就会比市场低2%，就会拿到3.75的利息。对，这是 2-1 buy down 2的部分。第一年会有 2， OK， 然后 1 呢？第二年呢就是会比市场利息降1%，就是现在如果是 5.75 的话，你第二年的利息就是 4.75。 OK， 等一下，所以这是第一年是 2， 然后第二年是 1。 对，就是 2% 的一个优惠跟一个 1% 的一个优惠。好，就懂吗？对，这个有点问题。那个
那如果因为现在利息那么高，对不对？不好说，明年利息搞不好就变成那种又回到 2.5 了，对不对？回到那种光绪时期。没错没错。那我如果搞个突然掰档，这样我被胎档，我不就很惨吗？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它的 prepayment penalty 就是提前还款罚款是完全一样的，它是前六个月，只要大家买房之后贷款能拿满六个月之后，任何时间去重贷都是没有任何的提前付款的罚款的。所以这个有一个六个月的大关，大家一定要守住，对不对？没错没错。所以在之后就可以爱干嘛干嘛，不是，就是可以要 refi 要干嘛都可以做嘛，对不对？而且如果按照市场来看的话，如果在未来六个月市场利息降到3.75%，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会。对对对，但是 either way 就是你前面的刚刚讲的是两年，你都可以 take advantage。没错没错。那突然白的那点数应该不便宜，是不是？对。2-1 buy down 的这个贷款项目是有成本的，对对对，但是呢，这个成本并不是由买家去支付。哦，那有你吗？不是，对，这个成本呢，其实是由于卖家。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项目更适用于现在的市场？对 对, 对，因为卖家在现在的市场，由于急于去卖掉他的房子，对，他会更愿意去在房子上面去降价 ，OK， 或者甚至帮客人去买去 pay down 这些点数。对，就刚刚讲到这个，在现在这段时期的 incentive， 对不对？没错没错。那你好，那我要 challenge 你，对，那这个对买家听起来很爽，对不对？那对卖家来讲应该很痛苦吧？为什么我没事要帮你付这个钱啊？这个对我们随便算个数字好了，60万的房子，对不对？20% down， 你付50，就我们就讲你贷50万。好好好，对。那这跟我们算一下，这个第一对买家能到底能节省多少钱 ？OK OK。然后卖家到底要多付多少钱？对。比如说你买一个60万左右的房子，贷款50万，20%的头款。对。那50万如果以现在市场上的5.75%利息， okay. 你每个月的 payment 差不多，每个月的月供，对，差不多是2900块左右。哦，摸3000了。对、okay. 那如果你第一年可以拿到这个 2-1 buy down 里的 2 的3.75%，对，就降两个点嘛。对，5.75%。OK， yeah， OK， 3.75%是。对，这样子呢，你每个月 payment 每个月的月供就会降到2300块左右。每个月第一年，你每个月就有600块的利息上的一个节省。我那一年就7000了。对，7200块。哦哦哦哦。那第二年呢，差不多7200块的一半嘛，差不多3500块左右。这就1万多了。1万多。所以呢，如果利用 2-1 buy down 这个项目，对，买家在前两年的利息上的节省，对，就差不多是1万多块钱。好，那你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个还是有点问题啊。那买家可能会有 complain， 所以奇怪，你横竖要降1万多。嗯、那你干嘛不能在这个房价上就直接降掉就算了？我每年我还可以省个地税，对吧？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个2-1 buy down？ 这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大概算一下，如果卖家在他的房价上降了1万多块钱的话，真正对买家的影响有多少？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大部分80%甚至9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对，都是买家 leverage 银行的钱去买这套房子，杠杆、降价1万块，其实对买家来说每个月节省个20块、30块的一个利息钱而已。那地税呢？我们讲讲，刚讲到地税了，地税一年的话是多少？1到1.2。没错，地税的话基本上是房价的1到1.2。那降价1万块的话，你一年可以省掉差不多100块，120块，差不多是一杯奶茶钱，可能还。那我们120块的一个节省，versus 2年可以有个11000到12000的一个 interest saving，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小时候要学数学，各位啊，现在就可以用上了，好不好？是是。那好，回到刚才话题，那卖家还是很有意见了、啊。我去，这个为什么我卖房子，我要为你付这1万多块钱，我有什么好处啊？这是一个现在市场一个现象，对对对，因为呢，现在市场的房源逐渐的在慢慢的增加，卖家呢也想急于想卖掉他的房子。OK OK。啊，刚刚说买家跟卖家有更大的去协商去讲价的空间嘛？对对对。那卖家也会更愿意在房子上或者帮客人买点数，去促使这个交易成功，去把这个房子卖掉。所以房子卖得掉是一个好处。没错没错，我可以让我的买家以低利息买到我的房子，然后在价格上1-2万块钱，其实对卖家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那他付这个点数有可能可以去抵税什么的吗？
这个点数也是卖房的成本之一，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可以抵税的。可以抵税的话，但是 always check with your CPA 好不好？就是大家这个做东西能够更精准一点。我们这里当然不是 CPA， 我们税务做东西我们不敢碰，但是你的这个专业的税务师可以在上面解答你的这个疑难杂症。好，那谢谢 Mark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 two one buy down 啊。那这边有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了解起来。那好，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帮大家问了啊，那。讲得很热闹，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实际操作过的经验呢？有非常多。其实我们当这一季就是十月份之后，我们 two one buy down 差不多有差不多5-6单了。这个所以还不是只有颜值啊，这个人还能干点事情。开玩笑，开玩笑。好了，那谢谢这个马尔坚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有趣的信息。谢。那希望对买家、对卖家，你们这部分在房子买卖上面有需要的话，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那持续关注我们啊。继续回到我们的频道，我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